下飞机的卫生间，先是进来之后把这个往右一滑给它锁上，不要吸烟啊，行不行？啊，这个是一个扶手，这个是不要往这放烟。然后这个滑道盖掀开之后，这样掀开的，然后就有一个垫圈，这样的垫圈。然后冲水的时候是这个冲水，按一下这个冲水，是吧？水结束了，会慢慢的，水会慢慢的渗下去。这边写的是不要放玻璃、金属、布或者其他的纤维在这里。好的，这个是纸抽，可以往里拿纸转就出了。这个呢是这么往里推就往里扔纸的。对，这是音箱，这是紧急情况报警，应该是紧急报警。大体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是这么一整，它就往四通水了。这个是。这个水在哪儿出呢？按着它出水是吧？水，按着它出水。然后如果把这水放出去呢，就按一下这个，按一下它，这个。